上溪镇是浙江义乌的西大门，上世纪50年代，这里曾经是宰牛场的所在地，新鲜的牛肉从这里运走，剩下的牛杂却无人问津，于是当地人就将牛杂利用起来，做成了牛杂汤。变废为宝的上溪牛杂成为远近闻名的特色风味。何元义大哥就是当地制作牛杂的一等一高手，被称为上溪庖丁。今天他受人之托，要给一户人家聚会制作牛杂汤。牛大哥，哎，哎，你们好。大哥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今天辛苦了啊。家里东西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，在后面炉子什么的放在后面呢。我带你去看一下。咱们。嗯，来。看这锅这么大个哈，这煮牛嘛，咱们这儿人都爱吃这个。对，我们这个吃这个牛杂长大的，因为牛进马力嘛，所以我们这个风俗呢，就是逢年过节的小亲戚朋友呢，来吃这个牛杂。看着眼前这个直径约1米、高度约1米的大木桶，如此豪放的烹饪工具，让我意识到制作上溪牛杂绝非易事。将全牛分割成大块。整副牛大骨要先行一步下锅，为牛杂熬制汤头。就在这时，何元义大哥已经备好用具，连切肉的菜板和菜刀都透着一股豪气，看这架势可是要大干一场的节奏啊！先出这个牛尾巴。哟，这还有两块大骨头呢哈，这个怎么处理呢？用刀把它砍下来。这个就是砍骨头的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哇，这拿都拿不动。对对。但是它沉大才能砍得动这个，是吧？对的。那咱们就开始吧。是的。来，哇。好。哇。帮我一下砍，帮忙一下。怎么帮您？这个拿过来。这个木锤怎么在上面敲下去是吗？是的，敲。敲这里。敲这中间这个弯下去的。哎，是的。哎，用力。牛尾骨质坚硬。只有将它们斩断劈开，才能让里面的骨髓精华渗入汤中。我跟何大哥交换配合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劈开了大骨头，没想到在食材处理这一步就给了我一记下马威，不知道接下来是不是还有更高难的挑战。这么大桶啊。是的。哎呦我天哪呀，这个它带着那个脸上的毛就放进去了。哎，是的，洗干净就放进去了。洗干净就放进去了。毛拔掉的话，这个肉的话就收缩掉了，很难看的。啊，就收缩掉了。哎，是的，连毛一起煮的话，它这个肉的话原汁原味，看上去很好看的。啊，而且这个就是鲜美的味道，一般都是从骨头里面出来的，是不是？是的。所以像牛头啊，还有其他骨头都在里头了，是吗？哎，是的。何大哥说，牛头上的精华才是上溪牛杂的亮点。这些大块的牛骨已经在锅中炖煮了1小时，不过要想解开牛头的秘密，就要再等上2小时。分解好的牛骨和牛肉依次下锅，牛杂的主力军内脏开始登场。来，这个牛毛肚。哎呀，这么大呀！哎，是的，比那个碗也大一倍了，行。这牛肠。这牛肠，牛肺，哇，这么大个，是的，牛骨、牛肉、牛内脏，还有一个大牛头，眼前的这一大锅里，足足凑齐了一整头牛的精华。何大哥告诉我，上溪牛杂最讲究汤底的熬制，先将牛骨的精华调出来。再放入牛肉和牛杂一起煮，既可以增加汤头的浓度，又能让牛肉牛杂更有滋味。牛血具有滋补功效，自然也不能落下。温水中撒一把盐，可以防止牛血粘锅。牛血是一种碱性食品，含有大量的铁元素，不仅能补血，还能中和我们体内多余的酸性物质，提高身体免疫力。作为味道调查员，让我最兴奋的时刻终于到了，藏在牛头里的秘密马上揭晓。哇，大哥，大老远就看到那个犄角支棱出来了哈！牛头是最好吃的。牛头是最好吃的，是的，因为他吃稻草的时候老是在那里弄着嘴巴，所以说
这个肉很鲜美的。啊，活肉哈。是的，脚把它取下来。啊，把牛角给取下来。嗯。我能试试吗？我觉得好过瘾。你试试看。哇，里面这么硬呢。是的。就这样。嗯。好了。好。然后呢？搬出来，拉出来。啊。掰出来，哎哎是。啊？哦，是这样的。嗯，是的。我感觉好像戴了个帽子一样哈。对。那这个东西可以吃吗？这个、为什么说要把这个套起来煮呢？所以说为了防止这个肉到时候搞掉的话，这个肉就没有了。就拿这个就能吃了是吗？哦、嗯，哎，真的是，其实你在撕扯的时候，你就感觉到了它其实特别有弹性，像那种。对，跟我想的一样，就是很多胶质那个感觉，是不是？是的。不是这个太神奇了，原来这牛角里面还藏着这样的美味呢啊！是的，对一般人可能根本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对啊。对。没想到牛角里竟然藏着这么一层纯纯的胶质，而接下来我就像打开了一个百宝箱，各种奇特的美味轮番出现。这里头还藏着这么多，都是胶，好吃的东西哈、啊嗯，看着，而且哎呦，这是很有弹性，有肉，有那个胶质，对不对？对，厚厚的一层。是的。将整个牛面轻轻取下，厚实的胶质弹性十足，肉里的汁水丰满的直往外溢。啊，这么多肉呢！这块肉最好吃的，看着就特别嫩。哇、哦，特别香。嗯，那真的是一丝儿一丝儿的。嗯，特别好。现在什么料都没加、啊。嗯，就这么香。还有它牛肉本身的那个香味儿、啊、原汁原味。原汁原味真的是。牛头肉还真是深藏不露。一层层带给我们惊喜。何大哥告诉我，上西人吃牛杂不只吃常见的内脏，而且牛鼻子、牛眼睛都会统统拿来吃，就连牛蹄上的筋也要单独剔下来，这被当地人叫做散丁。此时所有的牛杂已经准备就绪，所有人就等美味上桌了。菜来了。好、哦，菜来了，菜来了，好，看看味道怎么样，赶紧尝尝。来来来，赶紧尝尝，尝尝尝尝。来吃，好吃好吃，这个手艺不错啊啊。好，好，辛苦辛苦了啊。谢谢啊，大哥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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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好吃好吃好吃。主人家的赞许是对我跟何元义大哥辛苦一天的肯定，从头吃到尾，从里吃到外。浓郁的汤汁，或筋道，或软糯，或弹滑的牛杂口感，上西人的这锅牛杂汤里，除了丰盛的美味，还有牛气冲天的豪气生活。哎，干杯！